我讲单中成担当的呀、啊，你这世人哦，从来要卡打是地过呢。也唔过你来这么好命哈，特别你若需要贵人的时阵哦，拢真正有足侪贵人跳出来甲你斗三工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你也知足啊。以后唔好咧规工怨天怨地，讲天公伯也无对你好啊。下面谢谢。跟你真是呢，一定是啦，这些哪可能在我身躯边？小姐是呢，小雨，陈毅，进去吧，跟你真是呢。你真是啊！唔对啊，这一定是吧？所以不可能叫我爸。大哥，真正是稳啊！你为了救同学，我出门定下来，而且你已经昏迷三天啊！真正是你，真正是我，你当亲家，真正就好。我想起，我下落的时阵，我敢若听到你真激动，我爸叫我做大声，我还用恭喜。我去一个囝，我捡到一个后生。大爷，你唔拿后生捡回来啊？而且，你还找我干嘛回来啊？这里有。现在再叫我一声爸，你不是拢真天气，讲要跟我切道理，你现在还叫我爸，我哪知影你即声爸是不是比较诚心诚意？进来，紧去叫一遍，我听看卖即声爸是不是有叫了有带感情。干爹啊！啊，你安尼叫小雨是莫叫出嘴啊？这是一句讲也不晓话呢。爸，你身体搁倒会不爽快无？哦。干那样哦，我已经叫你啊，你是无听的哦。干那哦嘞，不是哭啊。听到啊，好啦，我都感觉人无啥开啦，伊倒无感觉什么所在，感觉无爽快。安尼就好。我真正是不管是生病啊，拢排在心上。失去一个，跟我两个等啊，所以你真算个，我失去个啊，我真正会好啊。啊，做高算个啦，啊，做高算什么路用啊？嘴甜才会得人疼啦。
就你精神较淡哦，伊也毋捌听过你，甲小雨说一句多谢哩。哎，你这個啊，为你生，我呢，条条条我大汉的客查某囝，什么时阵变啊遮白吧？我的个性，敢是会讲伊阮计生计头的话啊？你好，我今日有买花嘛，有扎花根来，我听讲袂放啊。就会看不得手，你小心啊！你看得鬼哦！我都无亲像你这无路用啊！啊，摔一阵楼梯悬尔，啊，提一礼拜，我有遐悬的所在搬来，我倒三工我就爬起来。你表示啥？表示啊，我陈忠祥明仔带骨写袂哩，我的命确实啊，比你较硬硬足多啊！所以以后卖阁想要跟我拼，因为你根本拼袂赢我。陈忠祥，你总算是清醒了，你总算是清醒了，小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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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阁知影爱清醒哦？欸，我这几天在想尽办法，一直给你糟蹋，你都没感觉？当然啊，丽萍姐也讲的糟蹋咯，就是这三天啊，大家拢煮你上爱食的物件来带你吃啦。伊先安尼做，为着就是要让你闻到菜的香味，看你是不是会当较早清醒的。阿姨跟我讲啊，你若醒起来，伊就要煮一顿好食，请你吃。伊哦，你就免看几道阿姨煮的菜，伊干那样徛边啊，落嘴喏。我无安尼讲啊，我是讲，我会教伊安怎煮啊，想要做伊的厨房。印象中我有精神啊，精神是我有闻到鸡卷碰饼的味，而且我阁有看到你甲一个查甫人啊。徛真活，伊搁把伊的手啊，换伫个你肩胛头顶悬，恁两个人啊，袂输真亲近共款。嘿，你真正有精神呢。哎，是讲恁也无爱出声叫我。这敢是重点？我即摆咧甲你讲，是讲迄个查甫人是死啊，因为伫我对顶悬摔落来时阵。倒伫个涂骹，伊敢若有出现伫个现场。我知你咧讲啥啊啦！即几天有来看你，敢若有一个人你无熟悉，就是江中林啦。江中林。嗯。过去跟咱住港庄迄个乞食囡仔无个啊！哎呀，啊不过人即马无同款啊，最有成就的是一个大总裁呢。中林，伊是黄金啊，伊的救命恩人。啊嘛，拄好即阵啊，伊想要甲伊新加坡的事业拢总刷转来台湾，所以大家才会搁见面呢。搁再讲啦，文瑶啊，文瑶伊嘛捌重任伊的卫生路啊，所以咱用个认定讲，重任伊毋是啥物歹人啊。啊，你连甲人见面讲着话机会都无，你都认定人对你有啥物不良的企图？我怪你也无朋友。我只是直接把我对伊的感觉讲出来尔，你也对迄个江中林这样唔甘哦？我唔甘，我唔甘啥？到底是想要倒去啦？就想要伊遐去啦。几岁人啊？有一个查甫人的手啊，满过你肩胛头，不三不四，不伦不类，你是不是体统？你有啥物较无解你个？嘿，陈忠祥，我是因为看到你为着要救东俊跋落，看你昏迷不醒，倒咧病床足可怜，我同情你。我才想讲，不管安怎，我拢有义务甲责任要照顾你。不过即摆我看起来，你身体无啥问题嘛，干那头壳去讲歹去尔。
所以你要转诊。我今嘛就来找精神科医生，该讲我只有一个痟的，爱挂去诊。我有传一挂菜来，恁大家趁小紧食，食好饱，身体够好用，才袂让这个唔食老爸气气死硬硬死，莫名其妙。阿姨，我敢无讲着啥？我只是讲江中林不是好人，伊都唔感觉迄落型。你真正讲误会啊，干爹。这江总裁真正是大好人呢，来来陪伊看你，而且哦，佮摕一大笔钱出来帮助黑旗集团渡过危机。即摆你讲啥？讲这有甚物代志？黑旗了侪钱呢？伊拢讲啊，精神借钱来补啊，应该心内有数，敢毋是？但毋是江总裁好心斗相共，甲200亿资金回去公司户头。公司的票啊，拢变作别人票啊啦！到时效果，我也唔定，我拢唔敢想啊。哦，陈忠信，陈导，哦，回魂了，袂歹呢，哇，气势看起来。真好啊！多谢。哎，那不是我这客查某囝坚持，哎，我做什么营养师啊？加上我这行动都不方便，我一定亲身啊迎接你这贵宾的啊。小雨，刚才请你们的阿娇。对啦，哦，这点哦，我真甲你佩服呢。我会记哦，我当年要出国时阵哦，恁陈家已经破产衰败了去啊。啊，不过就是因为你啊，啊，全家哦，拢甲花起来啊，重新阁开始啊，甚至甲在线公司诶，全拢吞落来，改做黑旗的扛棒啊。哎呦，这种灾情哦，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呢。所以你这回，万一答应要提供资金啊，帮助阮公司渡过这难关，你是替兄啊要出一口气，然后要找机会把我的公司安落倒。爸，你别误会了，江总裁无这意思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我家己来讲啊。我从来就袂将吼。探人之位的想法啦，我就是看到文瑶，你后生好心啦，就是讲哦，你甲小天，甲渡过这个难关，就这样简单，无其他的目的啦。江总裁，那我来啦，咱双方哦，拢等于好好想看卖，敢搁有搁较好的做法，譬如讲重新讨论持股比例，还是其他投资的条件。我们这边哦，买等于好好想看卖，看安怎做，才对起因斗相共好意，安尼好无？是啦，阮哥这建议真正是真好，啊，毕竟200亿唔是啥物小数目，大概也是爱确定真诶啦。啊，阮干爹哦，无啥物歹意，伊就只是讲话较含慢尔。嗯。你呐，真正想要伫个病院加住一阵嘛，你就尽量继续讲不要紧。好啦，讨论尔哦，大家有意见，也嘛真正常个啦。安尼就照文爷讲法啦，哦，大家等下，我想看卖，哦，我看咱坦荡个，你身体哦较好一块了哦，咱就坐来好啊，来参详一下，安尼好唔？好啊。等你讲听，好，阿你，我哩无交了哈。阿那个，你也是等你朋友啊，休养一下较重要啦，哦。刚才我送你。